直播吧。10月6日是首届世界篮球峰会，昨日在西安落幕。在圆桌论坛环节，篮协主席姚明谈到了明年的篮球世界杯，表示中国男篮的最低目标是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。2019年男篮世界杯要在中国举办，这对于中国篮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。姚明表示，在这个事情上面我压力比较大，我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，中国篮协也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，我们有一个目标是必须在2019年篮球世界杯上拿到2020年奥运会的参赛资格。我希望年轻一代的运动员在过去的基础上再进一步，94年的八强、96年的八强、06年的八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。我相信在未来7、8年和10年的时间里，我们应该会有足够的人才储备，向更高的目标去冲击。姚明还表示，中国队的球衣拥有魔力，他要努力创造更好的条件，帮助运动员们为国征战。我想在中国的文化里，我相信中国队的球衣是有一种魔力的，吸引着球员为了目标去奋斗。当然，我们也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去为这件卫星添光增彩。为了做到这点，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，包括建立一个非常完善的训练系统。